谢大家。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哦，在我们这一群温柔的女子表演结束后，我们接着呢要带给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听觉跟视觉的飨宴。那从舞蹈的呈现方式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，每一种不一样的人生。那在这个风格上呢，它是模仿士兵战争的情景。那后来呢，阿拉伯人呢把它改编成男人间手持刀剑棍棒等等的打斗游戏。那一来一往的打斗表现，经过了艺术的洗礼，再配上节奏感，那逐渐呢就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的一种风格。那这个风格呢，它就叫撒伊蒂。那撒伊蒂呢，它最早呢其实它是由男性来表演的。那他们男性舞者身上呢，都会穿着宽大的黑色长袍，再加上朴素的腰巾。那头上呢，也会戴着那个头巾或者是小白帽。那到了后面，才慢慢转变由女性舞者。那为了要凸显身上的那些肢体动作，所以就渐渐改成双侧开叉的贴身连衣裙。那头饰呢，也变成了发带。那胸前的装饰呢，变成大 U 领，它就是可以一路从胸前开到肚脐这样的呈现。那因为呢，就是有模仿打斗的画面，所以呢，那个藤杖它在我们撒伊蒂的风格里面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道具，那呈现出阳刚、力量，还有活泼跟欢乐的独特风格。那待会呢，因为我们的舞者他们会到台下进行表演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要请观众尽量帮我们退到红线后面，因为万一在打斗的过程中打到观众，就是这样也会不太好意思。所以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尽量帮我们退到红线后面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一样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。等一下哦，等他说开始掌声才开始掌声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来欢迎他们带来这场就是有点打斗风格不一样、不同以往的撒伊蒂。那等一下也可以从我们的舞者身上看到我刚刚陈述的那些装扮，可以值得期待一下，因为其实外面还很少，比较少看到这样的风格啦，所以等等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女儿是别人，他刚没有出去。当神机，白想来当神机。